这是一个属于我们的故事，一个平凡的爱情故事。今天，我终于实现了我们的约定。他叫维诺伊，也是我的唯一。我恨不得把我的一切都给他。好了吗？今天是诺伊的生日，我们现在进去给他一个生日惊喜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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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来许愿吧。第三个愿望是希望可以跟浩轩白头偕老。耶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这是我要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哇，这不是我一直想要的手链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因为你喜欢。哎，很美耶，快帮我戴上。可以的。喜欢哇！你看我男朋友送我的手链嘞！我们一起拍一张照好不好？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，我们都是吃货，只要有美食，不管多远，我们都不会放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跟诺伊来到这间新开的咖啡厅，据说是一个打卡的好地方。我手上这个食物看起来很好吃，而且不止好吃，还很丰富，很营养，不只有生菜，还有番茄，还有火腿的。OK， 现在就让我们尝尝看吧。好。好吃吗？我觉得好吃耶，尝尝看。很好吃耶。我喜欢这里的环境，很优美，然后还有书可以看，然后还有这里还有木质的桌子椅子。这里拍照应该很好看哎。我说以后我们可以常来打卡。一定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吃东西了，拜拜。哎，你看看，吃货就是吃货，遇到功课只会打瞌睡。现在诺伊不小心睡着了，我突然间想了个办法遏制他。Let's go。睡着了。哎，你在拍什么？没有啊。你们在笑什么？快点啦，我不会做这一题，叫我做。你到底在笑什么？看一下你的脸。那脸？笑什么？啊，你是不是在我睡觉的时候偷画我？没有。这样为什么我桌子上会有一支眉笔？你拿来吧。没有啊，我睡觉的时候怎样拿？不行，我要报仇。要。快点来。要什么？偷拿来。我给你画一笔。B。
不要，两笔，就一笔，就一笔，两笔，好，两笔，三笔。高伟伟，你喝什么？我觉得很严肃哎。虽然我们爱打打闹闹，但他依然是我的唯一。他的任何请求，我从来都不会推脱。今天跟诺伊来到海边，因为诺伊想要来。耶！带你来开心吗？超开心的。哎，浩轩，我问你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喜欢记录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？因为我想要记录跟你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。你怎么替我杀？我喜欢替你杀呀！我要报仇。诺伊，嗯，等我事业有成，一定把你娶回家。好啊，这是你说的哦，阿哥哥。这是我们的约定，不能忘记哦。好。忘记的话，所以就是小狗啊。多希望时间可以停留在这一刻，让我们就这样一直一直的幸福下去。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是时候兑现我的承诺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浩轩啊，放工啦，累吗？工作怎么样？喝口水啦，休息一下。妈，什么事？我想跟诺伊结婚。结婚？不行，我反对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不可以，外面女孩子那么多，好的女孩子很多嘛，你不去选，你偏偏要选她。诺伊就是好女孩啊。不是，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养得那么大，你现在却不听我的话，偏偏要选她来结婚，你存心要气死我。如果诺伊不是新娘，我这辈子都不结婚。我理解妈妈为什么反对，但我却不可以违背我们之间的承诺。于是，我偷偷地准备了这一切。我买了她喜欢的白玫瑰，和低调又不失高雅的碎钻戒指，在白色与黑色的西装之间，我选择了黑色，因为她才是今天的主角，只属于我的女主角。我娶维诺伊做我的妻子，我愿对你承诺，从今天开始，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，富有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我将永远爱你，珍惜你，直到地老天长。我承诺，我将对你永远忠实。实现了我们之间的约定，把你娶回家。
我准备了你最喜欢的花和裙，让你可以漂漂亮亮的和父母相聚。纵然缘浅，奈何情深。爱有很多种，我用了我自己的方式来完成属于我自己的爱情。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，要不是你不会哭得笑得傻得像小孩，在一起不简单。请你说分开，你给的爱都变成